这是我的新玩具 AM 三零，集成了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的 AI 鼠标，可以使用有线、蓝牙和 USB 发射器多种连接方式，在多台连接设备之间快速切换，一键唤醒 AI 小助手，帮我制定一份从北京出发，途经呼和浩特、沈阳、青岛、烟台五天行程的自驾游攻略。高效准确的语音识别，解放双手。 还有 AI 总结、AI 问答、一键制作脑图 PPT、多种专项功能的 AI 写作助手，写一篇电影《破木》的影评。还有我最喜欢的 AI 绘画，胖胖熊坐在电脑前剪辑视频，两只熊猫在公园里打架。还可以使用字幕上屏功能，为直播、讲课和在线会议制作实时字幕和同声翻译。 像我平时在直播讲课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像制作视频课一样，事先准备好对白字幕，就可以使用这个鼠标自带的上屏功能，实时的把我说话的语音转成字幕，显示在屏幕下方，随着我的演示画面一起推流到各个直播平台。当然，我实际在使用中的时候，并不会使用它的实时翻译功能，还可以在直播结束之后导出独立的声音或者字幕文件，方便根据文字内容快速的制作直播的视频切片。 当然，大多数的 AI 功能都需要在有网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，你快去看一看吧。